弟兄姊妹大家好，平安。我是来自台湾的，我本来的家庭呢是很糟糕很糟糕。我可以说已经得到那个忧郁症了。就有忧郁症了。对。在台湾的时候啊，我们两个吵架吵得好厉害好厉害。老高老都朋友了，不是。对。因为那时候我是台湾拜什么神都很多，拜好多偶像的关系。尤其那个应该香港都有听到那个叫一贯道，一贯道，系我拜佢拜好耐了，同埋咧甚至咧食斋，系不过咧一直家庭都唔好，同埋咧我有一个女。阿女本來很好的，不過呢都是被我搞到呢阿女都有憂鬱症，那麼變成那個家呢就真的就來破碎了。我幾乎每天啊，我那個憂鬱症很厲害，我幾乎每天啊拿刀子要砍我老公，即差不多每天都拿刀來想斬佢老公啊！嗰啲憂鬱症啊，咁你講下多啲個過程啦。而家咁後來點樣樣咧？後來咧，我經阿 Wing 咧，佢就帶我去油麻地認識葉牧師。咁咧葉牧師咧，他人很好，他跟我們講那個聖經啊，講分拆雙體這個，係還有跟我們講那些婚姻夫妻相處，夫妻相處。咁啊，聽啊，葉牧師一同我哋開解以後啊，我們兩個互相就講出自己心裡的話，即係講出佢心裡面嘅説話啦。嚇！然後我老公，我嫁給他三十幾年，從來沒有看過他哭的。即係三十幾年結婚，我見過丈夫喊嘅。系那一天呢，在叶牧师那里啊，我们两个哭得好厉害哦。两个都喊得好紧要。嗯，然后我们两个回去台湾就有了沟通，就有识得沟通了。系，这就没有像在台湾那段日子，每天在那里吵架争吵。好似以前咁闹交。连女儿都离开我们了。因为咩？個女都離開了她啊！以前都係鬧交，係佢都唔知幫邊個好啦。鬧交嘅時候，個女都唔知幫邊個。係咁樣，咁啊一至一至年後咧，我在台灣我就去參加像葉牧師這種教會，也是心靈教會。心靈教會。心靈嘅教會啊。然后就一直在那里受牧养。然后我2014年回来香港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2014年翻嚟香港，2014年翻嚟香港，我都好感谢天父爸爸，我觉得信耶稣好好。OK， 非常好。系我以前的家庭咧唔好，而家全部都变好了。嗯，感谢主，多谢耶稣。全部都好了。你自己會不會祈禱經歷到神的幫助啊？經歷到神的同在啊？經歷到啲乜嘢啊？我其實咧，我翻嚟香港咧，我身上得港紙得200蚊。你講係幾時翻嚟嗰時？2014年5月份我翻到香港，我身上都冇錢噶，淨係港紙200蚊，我就很大胆的回到香港了，因为我心里有天父爸爸，我那时候常常跟他祷告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要跟着你的脚步走。然后我就真的从2014年就跟随他，然后一直走到现在。我回来香港，我都不用靠我自己，我只要祷告。我只要我想要什么，他就什么都送给我。嗯，感谢天父，想祈求的神都给你吓，感谢主。佢先生早两个月，麦克阿素嘅先生早两个月咧就中咗风，
咁咧而家都係嗰、那個講嘢咧都係有啲係唔係好記得啊，或者係好論盡咁。但係咧都感謝主啦，即係我哋為佢祈禱啊，同埋佢而家都叫做康復中啦，咁都可以咧識得落街食嘢啊。最初都唔係好認得人啊，但係咧就見到佢兩夫婦都好有信心同埋祈禱嘅時候咧，即係即係神喺咁短嘅時間都醫治翻佢個先生咧，佢好感恩咯。好，感謝主，好。榮耀歸你主啊！神，你當然一次嘅輔導改變生命呢個神好大嘅恩典啊！祝福你。